中国选手严晓楠在 UFC 格斗之夜211迎战世界排名第五的柔术女王麦肯齐·邓恩，这也是中国女子选手首次在国外领衔 UFC 头条主赛。最终两人打满五个回合，经过裁判多数判定，严晓楠战胜邓恩，成为冠军挑战候选人。第一回合二人在开局时都在试探，严晓楠利用擅长的侧踹控制距离，邓恩则贴近出拳，以便寻找抱摔的机会。